关心地方大小事，散播在地正能量。大家好，我是洪孟凯，欢迎您收看希望好所在，希望好所在。我们节目从这样子开播下来已经两年多的时间了，每个礼拜都会访问两位不同的来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呢，透过这半个小时的专访，真的让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感受到，哇，原来我们地方有那么多精彩的人事物发生哦。所以孟凯常常讲是说，真的一个地方之所以为着的希望的好所在，真的不是说这个地方到底有多么的特别哦，而是说在这个地方上面生活的人们都是努力付出、认真打拼，并且无怨无悔、无私无我的奉献，才会让我们地方一直变得越来越好。所以感谢您的收看，也希望您继续给予我们节目来批评指教跟肯定。更重要的是每个礼拜来锁定，并且如果说您觉得有趣的、好玩的、新奇的、公益的，都麻烦您持续的把我们给推广出去咯。 OK， 今天一样呢，为您邀请到很重量级的来宾，而其中这一位来宾呢，哇，真的孟凯那时候参加这个我们协会所办的爱心活动哦，满满的人潮，并且大家都是共同的为一个信念而来，而这个信念就是我们要做善事、做善心、做好事。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爱三星关怀协会我们的理事长林宝智，也是我们最敬爱的玛丽姐。哎，玛丽姐你好。你好，谢谢。是，哇，玛丽姐真的，我们先讲爱三星关怀协会，虽然说才成立两年多的时间，是，可是这个能量非常的强，而且到目前为止，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去参加我们的活动的时候，哇，真的感受到大家都为了都是脸上挂满笑容，然后为了一个信念共同而来。我们这个关爱协会其实主要是对于癌症的病友，对不对？是，嗯，当初怎么会因缘际会有这样的一个协会的成立跟创立发想呢？就我在玛丽在四年前，因为健康检查啊，检查出乳癌，那我就一连串的接受治疗啊。八次的化学治疗，17次的标靶，所以疗程经过两年。那时候我的身心灵极度受到，对啊，人生走到非常的痛苦，当然这段的过程，啊、是、所以身体慢慢恢复健康以后，那我就自己设计了一些作品啊，来做公益义卖。然后成立了今天爱三星关怀协会。是，您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两年的时间，真的身体当然是一种，不能讲折磨啦，但是是真的会很不舒服的一个治疗过程。那还有心理可能也会有要非常坚强才有办法。对，因为一下子发生突来的讯息嘛，就检查到乳癌，那就一连串要接受很多的疗程，那一下子是不能接受，对，那我也深深陷入忧郁症，就因为不能接受，后来因为得到很多好朋友的支持鼓励，关怀啦，算关怀，那我也是慢慢一步一步走出来，那现在我的身体是非常健康的状态，复原，对对对对，每天保持运动，对对，我每天早上练返老还童气功，保持健康的身体，然后再来做一些爱心的关怀活动，我以癌症病友关怀为优先，对，是，而且您的心理素质现在看你这个容光焕发啊，真的应该是心理素质也都是。已经算是我们每天都做善事、做好事的一个代表，对不对？对，尽力啦，尽力而为。那我希望说，结合一群友善的团体，结合一些好朋友来共同协助，因为个人的力量有限。对，是，对。所以我们的爱三心其实就是我们所谓感恩的心、有爱的心跟关怀的心哦，这是爱三心关怀协会的一个宗旨。其实感恩、有爱、关怀，这真的都是我们现代人非常需要的态度。
那还有就是尤其是面对到癌症的病友的时候，他真的相对来讲，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得癌症，任何人啊，我相信都一样，就是你一定会觉得晴天霹雳。当然哦，那那个时候怎么样透过大家的援手跟大家的陪伴，让癌症病友可以撑过那个治疗的时间，其实这一点就相对来讲非常重要。当然，当然，对，因为一下子没陷入这个状态嘛，那有些人是，比如说经济能力可以，因为有一些化疗是政府没办法，健保没办法补助的，那有一些化疗是可以的，那一些标靶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对，贵的，对对，没有错。所以当然有一些病友，他们忽然陷入这个疾病的那个状态，没办法支付这些费用，我们也会结合一些好朋友，就是把讯息帮他传播出去啊。他需要协助，我们就结合大家友善的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来协助他度过这个难关。那有一些病友其实只是要精神的鼓励，所以我希望我尽我自己的能力跟力量，时间抽出时间来陪伴他们，就是给他们精神鼓励。有一些病友因为看到我给他们的就是鼓励啊，他们会很开心哦，就是回应我说是就是说给他们带来一线希望这样。对，是其实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一线希望，这一点比说你给他什么良药啦来得更有帮助哦。是，爱是最好的良药。对对，是没有错。所以可以看到玛丽姐这样子，以过来人的经验跟过来人的身份，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说实在话，就是如果你没有经历过这一段，你可能再怎么样想象都没有办法想象说癌症病友他真的面临到癌症的时候，他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压力跟困难。但是因为你有过来人的经验，所以你其实更有说服力，也更能够陪伴大家。是，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设计一些爱心头帽，对，用我的专业，对对，然后就是尽一点力量。那我设计了很多这种帽子，是啊。哇、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来让我们看一下，玛丽姐，您之前在还没有得癌症前是做什么样的工作？为什么会说您的专业呢？哦，对，我是我从事服饰买卖，就30几年了。对，那我自己的兴趣就做这一些手作品的方面，是我专业，我也是在做修改衣服，那有帮客人做这些修改衣服的一些服务。那我自己设计这个爱心头帽，我想说癌症化疗一定。大部分是会因为化疗落发，对对对，一定会掉头发嘛。那、我们设计这些爱心头帽，放在各几家的那个癌症资源中心，分享病友，就让病友可以免费的索取。哦，对，是，对，哦，这是可以免费，对，让那因为我免费索取，是的。啊，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我找一些家庭弱势的家庭妈妈，有些妈妈在家里照顾老人家，对，照顾小孩子。那给他们一些就是收入，让他们来帮忙协助制造，对，做这些帽子。那有一些义工会来协助我们做包装，对，那我们就分送到各个那个癌症资源中心。对对，其实看得出来这个帽子的品质是非常的良好，对不对？哇，其实很温暖哎。对，我们有夏季的，还有冬季的。是，对，而且这个感觉起来，其实孟凯本身也自己也很喜欢戴一些帽子。如果说有些时候这个运动放假啦，就是说不用抓头发的时候，就可以有一些帽子。那其实通常呢，像毛帽啦，或者说这个棒球帽啦，其实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选择。不过一般来说，如果说是因为癌症病友他可能落发，他会相对来讲又要比较注意保暖，所以说都要需要这种比较温暖而且舒适的帽子。所以这样看戴起来其实也是一个造型，对，它整个头可以遮盖住，看不出光头。对，是，然后系带方便，就是折一折可以随时收起来放口袋，对，系带很方便。是，那我还有设计这个大手拉小手的感恩包。哦，对，是，对，这个是为什么会有想要做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因为一开始
就是生病的时候，那接受很多好朋友的关心，那我慢慢慢慢恢复，身体恢复健康以后，我想自己也找个工作来做，所以我到市场批发市场买一些日本斜纹布，制作一些想要就是用感恩的心送给那些好朋友，然后结果后来这些好朋友的朋友又很喜欢我的作品，他们想要跟我订购，那就无心插柳嘛，那就我想说好，那我就来大批的制作，然后就是他们用义卖的方式，然后这些钱我们拿来做帮助，对，那这个大手拉，我跟他取名叫大手拉小手感恩包，感恩包，对，是一边大的，一边小的，那大的这一边穿过小的，其实里面可以装我们的水杯，对，好，我们的很能装哦，对不对？里面有非常大的空间，还有我们的钥匙，最重要，随身钥匙啊，我们身边带的一点零用钱，对，或是手机，还有手机，对，里面有内袋，我里面有内袋的设计，哦，是，对，最重要，常常会用到的啊。那我们是大手拉小手设计，那这边可以吊钥匙圈或喜欢的吊饰，是，那直接挂在手腕这样，哦，其实这样就很方便，对。那我们有申请专利，因为我要大量的制作，对对，也是给那一群弱势妈妈，我找一群弱势妈妈帮忙制作，给他们工作机会，希望尽量有单位可以给我们机会，然后做公益推广我们的爱心包，对。这爱心包看起来非常有创意，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布，它其实做起来也不用说太多的这个拼拼凑凑，可是你就做出来非常实用，而且因为大手拉小手这样大的这个环扣在小的环里面，是，又可以把它变成关起来，对，环保设计，东西也不会掉，对，环保设计，我们不用扣子，也不用拉链，就是很环保的设计，对，直接这样勾起来，而且因为那个布又看起来非常的时尚高尚，有很有设计感。我们有100多个花色哦，是，哇，所以很特别啊，等于是说任何民众你喜欢什么布，然后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哇，这个是非常款式多样化的设计。目前我们是就是由一群义工妈妈帮忙做推广，那还有计程车司机，有几位很有爱心的好朋友，他们知道我们这样在做协助，那他们也帮我们在计程车的后方贴我们的包包海报，然后放几个，因为它不占空间，帮我们推广，还有几家爱心的店家也帮我们做推广，对，是，所以玛丽姐，我们现在拉回来就说，像我们的爱三星关怀协会，它其实就是为了我们癌症病友这边来去关怀跟照顾，那有没有限定说是什么样的癌症的朋友呢？还是说什么样的癌症其实基本上你们知道了了解和都愿意会去伸出援手来关怀？会，不只是癌症病友，比如说身边因为我们成立这个协会有很多的会员，那身边有需要协助的对象，我们都尽能力的来做协助，对，有一些像中风的病友，他们因为家人没办法陪伴，那通报我们，我们也会去做帮忙沐浴的服务，对，去协助他们。这真的不简单呢，因为其实如果说这样讲话，真的在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真的很多。当然，那可能如果说不仅限于癌症的话，那更是这个琳琅满目啦，甚至包括有些老人家啦、长者啦，他可能也都会需要一些协助跟帮忙。是，那对我们爱三星协会来讲，这些都是能力所及，都尽可能来做，是不是？对，因为从身边做起嘛，然后因为有一些单位是需要一步一步来透过呈报上面的单位，对，可能需要时间，那我们就先就是说先及时雨嘛，我们先过去协助了解他需要哪方面的协助，
对、不一定，有的是真的没有金钱可以治疗身体、嗯、那有的只是要需要精神协助，对，那有一些可能他一下子面对这些突来的那个打击，不知道要从和找起一些单位来做协助，我们协助他们看他们需要哪方面的协助，然后结合大家团体的力量、嗯、因为我们个人还有我个人单位的协助的力量是有限，所以结合很多友善的单位跟团体共同来拉他们一把这样、嗯、对，是。所以玛丽姐，您刚刚有讲到是说您在这个得到癌症之前，其实您是做这个衣服批发贸易的部分，对不对？哦，没有，我开服饰店。哦，服饰 对，批发贸易的部分，对，买卖这样的部分，对对对。所以说您的专业其实就是很了解，是说哪一些东西是真正较好诶、较水诶，对不 对？那现在完全就已经把这个事业放下，就是专心来投入我们关怀。对，我就生这一场病以后，我完全转变我的人生。真的是也要感谢生这一场病。哦，对，怎么说？让我改变我的人生，因为我以前可能就是非常拼命在很投入我的工作、嗯、当然也是都很顺利，对，是，那我一直很努力的工作，那到了后来的这个年纪，我想说可能可以过好一点的日子，结果生了这一场病，当然我也是没办法接受，那到后来我接受了这一场病，我就放下、嗯哦、就改变我人生的方向，我以前可能没办法做的这些公益啦，还是说去参加很多的一些活动、嗯、我现在觉得人生够用就好、嗯、那我转变我人生方向，现在完全投入公益这一块。 是哇，那过去这两年多的时间，我们爱善心关怀协会哦、喔，其实因为孟凯真的还是在一月的那个时候哈、喔，什么一月底二月初那时候前往参与我们的活动，其实我看到除了我们自己本身以外，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有一群很热情的志工、欸、对，那些志工、也是都是无偿的付出跟帮忙 是不是？是、欸、怎么哪里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来努力分享？对，就因为我们把讯息发送出去、嗯、因为我需要一些义工来协助我做这些包装 的一些服务，那他们纷纷 就自己加入这个行列，加入我爱善心关怀协会、嗯、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开始其实我是成立爱玛丽天使团、嗯、因为我想做这一件事，许多好朋友来帮助我，那一路上是其实这些会员还有当天您看到的那些志工团队，有一半以上也是因为一路上我们协助的对象，然后他们也是用感恩的心加入这个团队、嗯、是，他们慢慢走出来以后，然后再邀请身边旁边的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行列、嗯、然后一起来做这件事、嗯、哼，对、嗯、哼，对，所以说等于是这类看这类啦，hey, 是不是？是的，哇，那这样真的是不简单，等于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感染力啊，一个接一个，一个拉一个，让更多的好朋友可以一起进来参与我们的这个公益的活动了。是，哎、玛丽姐，您自己刚刚也提到一句话，我觉得蛮特别的，就说你说也感谢这一场病啊，因为有这场病，所以让你可以重新检视说人生的方向，并且 慢下脚步，然后持续的来转换你的这个心境，其实很难得的转变，因为我相信一开始可能你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释怀，对，毕竟面对人生怎么通常都会想是说啊，为什么是烂，对，没有错，为什么是哇，为什么这个老天怎么会那么不公平、哦、然后呢到这样子的转变、嗯、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分享一下，就是说在跟癌症的朋友来谈论啊沟通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情绪，那您都怎么样去调节引导跟让他们走出这个自己封闭的角落？对，因为其实真的我觉得真的一切老天自有安排、嗯、可能我觉得我说我感谢生这一场病，可能我没有生这一场病，我人生还是继续投入工作，一直在埋头苦干、嗯、
那后来当然生了这一场病，突来的那个讯息我是没办法接受，我也是陷入严重的忧郁症。后来也是这些好朋友给我的鼓励让我感动，所以当然走出来以后我一定要放下，我如果没有放下我可能就走不出来啊。后来我是用感恩的心，真的很重要，对，因为感恩的心让我走出来跳出来，我觉得那当时那么多人协助我，当然我也要用感恩的心来回馈在需要人的身上。我祝福这些关心我的好朋友，祝福他们一切都很顺利很如意，然后我把我的爱然后再来回馈在需要的人上面。对，那感谢生这一场病就是让我转变我人生的方向，可以现在过我想要后半段人生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像我现在每天就是安排得很充实，我关怀病友，还有安排一些举办一些公益活动，温暖一些弱势需要的一些族群。嗯哼，对，所以我真的是感谢生这一场病让我改变人生的方向，这样是。对对，其实我们像爱三星的第一个就是感恩的心，对，所以其实我们再怎么样都人生在世啊，真的没有办法说这些人有多高，再怎么样厉害，再怎么样优秀，再怎么样天资聪颖啊，都没有办法靠一个人过活，对，还是要共同大家努力的一个合作，因为人是群居的动物，所以说一个人真的没有办法生活下去啊。是，那怎么样在群居的过程当中怀着一个时时刻刻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这一点就变得非常重要。对，感恩的心很重要，我感就是感谢这些曾经协助我的好朋友，对对，然后再来我们结合一群这些当然一些好朋友不是说都是一些弱势，当然有一些真的富中之富，他们能力可以的，他们也想要做一点善事，对，那因为有这个平台大家共同然后来做关怀的心，所以我成立这个协会爱三星，就是用感恩的心结合好朋友有爱的心来共同关怀受伤的心，这样是。 对，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很高兴今天为您邀请到是我们爱三星关怀协会我们的理事长，也是林宝智，但是我们大家更喜欢叫他就是玛丽姐哦，这是林宝智林理事长，也是我们敬爱的玛丽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透过他刚刚有特别提到，就说真的是过去四年前生了一场大病，然后发现自己的癌症，那早日发现早日治疗，那现在康复了之后反而会更想要来照顾关怀，并且来拉拔我们曾经跟他一样面临到这个癌症的折磨的这些病友们。所以呢他也设计了很多，包括说这个头带，包括头套，包括这个环保带哦，这个手提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义卖的小物啊。那观众朋友如果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上我们官方网站爱三星，亲爱的爱，三一二三的三，心就是爱心的心，然后它其实就是感恩的心、关怀的心、有爱的心，哈，这个是我们爱三心的宗旨。那玛丽姐最后节目时间一分钟的时间，是不是也可以请您再跟观众朋友来分享？那接下来短期、中期里面，我们爱三心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跟计划？对，我们常常会在一些场所哈，教养院，还是一些那个活动会义卖哦，参加他们会给我们的公益摊位啊，我们会义卖这些手作品，还是说我们的脸书哈，脸书打爱三星关怀协会也可以看到，可以搜寻到我们的一些参与的爱心活动，我们都会公布在脸书。嗯，因为活动有很多，对，那都会做公布。那我们的爱心帽子，只要病友跟我们索取，
看在癌症资源中心做领取，还是说需要留下地址，方便的联络电话地址，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寄送。只要是调法的癌症病友，我们都免费赠送。当然也欢迎有心人士可以支持我们，支持我们做更多这样子。啊，还是说应该要啦？对，还是来义买我们的大手拉小手的感恩包，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善款来做帮助，因为我们没有募款，对，我们就是靠这些公益义卖的善款，一点一滴的来累积，对，来做帮助那些弱势族群。 是感谢，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玛丽姐呢，持续要为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付出打拼，那也更需要的是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啊，而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为大家来共同聚少成多，来给我们社会上需要关心、关怀、关注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感谢您。